我们这次行事，若你进宫是为了救公主，我尚可以饶你一命。立刻放下武器，跪地受降。少废话，交出公主。 都让开！都让开！她就是你们要找的声东公主。快点让开！殿下，小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许伤害她。她要置你于死地，你还在这护着她？她没有。 最讨厌看见你这副什么都能忍的样子。你不是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吗？现在国破家亡，难道没有一点屈辱吗？听说他们还是旧友，下手比我们还狠。这还不是为了向新主表忠心？这种落井下石的人多了。好了，行了，别看了。 你的骄傲呢？你的尊严呢？都去哪儿了？太子殿下，我是假意归顺新氏，我错了，白夜对不起你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只求你站起来。太子，只要你挺过来。 姬熙就还有希望，只有你死了，小豆子是妖女的谣言才能坐实。
现在极西百姓一定恨透了他，估计他下半生都要被人戳着脊梁骨度过了。公主，这是梅姑娘差奴婢送来的。太子将于三日之后被流放，梅。南北，快走！殿下，小师傅，外面接应你们的人已经全部被我们拿下了。公主，你怎么又到这儿？帮我把公主带回去。不许过来！你们这些21天孵不出鸡的大坏蛋，石头里不剩鸡的大坏蛋！先是，你这狗贼，你要杀就杀，还废什么话呢？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。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，你要杀就杀我，你要流放他。就连我一起流放，你以为是在过家家吗？那种苦寒之地3天都待不了。我大不了我吃胖点呗，我挖草根，我扒兽皮，我走着我偷蚂蚁的过冬粮，我也不需要你操心。你真的要因为他而犯私通之罪吗？反正我已经是太子妃了，你要毁了他，就连我一起灭了。别威胁我，你要是敢逆天而为，我马上下令把他凌迟处死。把公主给我带回去。是。我不。